哎，小哥哥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在这边干嘛？我在等人。方便采访一下你吗？没事，可以啊。街头采访？对，做采访，做采访。单身吗？大学分手以后，基本上到现在没有谈了。我今天给你介绍个男生，好不好？帅吗？你喜欢辣的女生吗？应该没有人能拒绝辣妹吧？你可以把口罩取下来给我看一下吗？哇，身高1.85米，打篮球，健身，你想象一下。真的吗？那应该是有腹肌了。你喜欢有腹肌的是吗？现在女孩子哪也不喜欢有腹肌的呢。你现在有空吗？有。那你跟我们一起去见他呗。可以啊。怎么样？现在心情怎么样？有一点紧张。那你没火介绍一下你的自我介绍。好问题，我得想一下怎么说自我介绍。哇，小姐姐你好瘦啊，你多少斤啊？98，差不多。你的耳朵很好看的。对，我外公就是招风耳，招风耳招财，知道吧？看见他了吗？在哪里？哪里？哦。怎么办？好紧张。咱去拍一下他的肩膀。你好，初次见面，大哥，你要不要把口罩摘下？干嘛看我？干嘛？你们俩聊呗。你好。你好，吃饭了吗？好啊，吃了。我都紧张的出了一身汗。我也有点出汗啊。你睫毛好长。好，谢谢。你本来就有点紧张，你再夸我一下，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先问一下，你们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很帅，睫毛很长，就感觉好像挺文静的。男生，我跟你说啊，女生找男朋友有个条件哦。说。女生告诉他吧。应该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八块腹肌吧。那我没有，你看。你刚刚还在说你在运动。没关系，脸够就好了。颜狗已经晚癌了。女生啊，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生脱单快呢？像他这样长得帅的。其次就是再主动一点的吧。其实很多男生单身的原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主动。现在有个新出的 APP 叫面面，专门针对不会聊天的男生设计了开场白到线下邀约的一整套高情商回复功能，系统手把手教你如何约有缘的女生出来吃饭看电影，奔现指数90%哦。真的吗？真的，快安排起来。你们接下来有个挑战哦。什么挑战？女生壁咚男生对视10秒。真的会害羞吗？人生第一次当瘦子吧。人生第一次当攻。干嘛？我躺上这样。对，你很自然，你很自然。我已经准备好了。